像第三轮第一题，请出题。生病后常常需要去看病取药，请问下列哪种药其实需要冰在冰箱里 ？A. 一般眼药水 ，B. 抗生素药水。请作答。哦，抗生素的药水。哎，大家好。像有几款像 Augmentin 这一种，它是要使用的时候才加水下去调和的。那你调和，你不可能一次调一点点分量，你是一次就把那一瓶调好的。尤其是小朋友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常用这样子，那这种东西是要冰冰箱。冰箱。哎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 抗生素的药水哦。大部分的口服定啊、药水啊、眼药水啊、外用药膏跟开封后的胰岛素呢，室温保存就可以，不需要冰哦。除非是有一些特别标注要冷藏的药品，像哪些呢？抗生素类的，然后未开封的胰岛素都要冰着，那大概是2到8度这个温度。那如果它没有说要冰，你冰的话其实是不好的哦，因为它会造成药物的溶解度的改变，那它的沉淀析出的影响，整个均匀性会不太一样，会影响药效。就看我们节目要学点知识，可能。可是一些人看完就转头又忘记了。对，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冰好像就不会坏，所以你药什么都冰，都冰嘛，什么都冰。对，其实药都冰也没有会坏啊。不建议啦，因为它会真的会影响药物的溶解度，你搞不好那胶囊里面都get鬼完。可是台湾很热，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外面很热，阴凉干燥啊，对了，未开封，未开封才能这么晚。对，好，加5000，好的，有机会啊，徐晶晶，看到一次就5000的呢，一加又10000的呢，请出题。根据卫福部食药署建议，每次染发建议间隔多久的时间？A 3个月 ，B 6个月，请作答。晶晶，如果你赢了又加6000，我又中意了吗？是吗？你10000要加6000，18000，你还不会赢呢。啊，对，会归医师还是？归医师一直来多1000，请收。3个月，3个月，等于我们通常3个月就要染一次啊，把根长出来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我不染就变一圈光圈、啊。你听我讲，你1个月染一次也没人管你。他是说，恢复建议，你不要讲你染发的时间啊。哎，好了，这是个人经验，太短了。我真的读还中意哦。对，我真的也好啊。他这个很尴尬、啊，赢也他也不会赢，对，输了也就再见了。那来。汉堡，啊，中宝，不好意思，老师有点没礼貌，没跟汉堡没有要叫他汉堡的意思，他比较好记嘛，中宝好吃的，中宝哥嘞，如果是食药署建议，应该是会比较久那一个吧，对，因为还有一些膀胱癌风险，是。现在你在外面自己买自己染的嘞，对啊，很多啊，那个什么屈叉式的啊，对，康叉美的、啊，康叉美啊，啊对啊，你买对啊，啊，要隔6个月比较好，对不对？正确答案是 A 3个月。跟你两轮又一样的。原因呢是因为染发间隔3个月以上，因为大部分染剂是有化学成分的，如果涂抹在头皮或是头发，那你皮肤会吸收嘛，它会顺着血液肾脏然后再经过膀胱排泄，如果你长期一直染都没有休息的话，化学物质没办法代谢哦，器官会粘附在上面，那长期累积你细胞会病变。但如果你是要烫，即便是烫发跟染发都要间隔1个星期。但我曾经就发生过，但后来我就休息一阵子就可以，啊、就 OK 了。就是他们所讲3个月90天、可以啦，也可以哦。对啊，要不然180天，那不然那就根本不用染了、啊。因为你头发180天，你会长到这哎、欸，对啊，根本不太行。对，對来请加1000。哇哦，这个加心酸的，6000块，加心酸、欸。请关注喜晶晶的账号。你看，你本来多一点你就赢了。来，我们宣布这3轮最后的奖金：侯医师10000元，龟医师19000，晶晶姐18000，许博士12000，张营养师10000。恭喜龟家豪医师获胜，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。
恭喜贵家好医师，来有19000，这个卡麻烦你。好，请插入未来银行的金库卡，晶片要朝上，对，来插进去。来，金库请打开，里面有19000是你的奖金，但是先通过我们密码提示。两个密码分别是总笔画44画的更年期到了，或是总笔画42画的看病不收钱。更年期到了，暴跳如雷，真的会耶。阴晴不定，绝对。就随时会发脾气的意思。会。那看病不收钱有4个字，会我良多啊，人心人数啊，华佗在世，扁鹊在世啊，对，很多。当然，我是医生，我就选看病不收钱吧。啊，良，这可是你说的啊。请锁定看病不收钱。哎，更年期到了是哪4个字？请看。哦，清心寡欲哦。哦，这也不难哦，但是笔画难算。那个寡不好写，就少一笔或少一撇，少一个字。对。看病不收钱，总共60秒出题目，来，请出。乐善好施。冒喜啊，太简单了吧？请计60秒开始，清除。来，清除。乐，1、2、3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。13，清楚。善，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1、2，清楚。哇，这个大概30秒就可以做完了。5、6、7、0、7、1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零，确定，确定。好，7秒，40秒，也就是有错，你还有20秒可以改。如果错的话，来，我们看看13、12、07、09，对或错。总共是40几笔的话，那这就错了。错了，来，错了，请准备改哪个字呢？计时开始，20秒。对，开始吗？清楚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15，确定。好，密码改过了，来，请说。15、12、07、09，对或错？27、34、43。那42还有几秒？10秒，来计时，10秒，预备，开始。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零七，确定。还有几秒？还有4秒。来，密码改过。15、12、07、09，对或错？没对吗？因为刚刚也是07、09。对，你还有几秒？4秒，4秒钟哦，想好，先想好再开始。最简单的字算错了哪个字？有时候魔鬼细节中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05，确定。好，他的密码又改了。15、12、05、09，对或错？好，太可惜了。时间也过了，我们来看看正确解答是。就差。他从07改到05，就是跳过06。对，为何？他所有字都对的啊，一五一二，他写07，现在又改05，真正答案是06。所以我就说，简单归简单，算笔画还真难算。可惜，那可惜挑战失败，跟金库说拜拜，谢谢。就那么一点点，完全没有。来，说再见，请到现场。Goodbye。啊，可惜。真是乐善好施啊，好施到我们这里来了。对，帮我们省钱，不仅看病不要钱，有奖金他也不要收。你看，对，有时候像简单的字，就笔画真的很难算。是啊，没错。像草字头是4画，很多人算3画。对，对不对？慢慢改的不一样的，真的啊！今天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了。晚上8点锁定，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感谢您，感谢您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叫错名字，不好意思。感觉这样很好吃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
ATM, who dares to battle? 哦，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